治疗湿疹、鼻敏感、哮喘最有效方法。治疗过敏的提取物功效，抑制引起炎症的物质，减低及遏止炎症疼痛，减少过敏物质的释放，调节免疫系统的机能。螺旋藻抑制致敏的分泌物和抗发炎。螺旋藻 Spirulina Platensis 含有丰富蛋白质、多种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人体必需氨基酸及脂肪酸，营养丰富且比例均匀，又极容易被消化吸收，消化率可高达 93%， 对强健体质及恢复体力有良好效果，并可提升先天免疫能力，调理身体机能以对抗普遍的流感病毒。过敏反应源于免疫系统的抗疫行动，而螺旋藻中最引人关注的活性成分螺旋藻多糖和蓝藻素 ficosyanin 正是与过敏反应息息相关的成分，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里某种引起过敏反应的分泌物白介素4 IL4，调节免疫机能，后者则具有优异的抗发炎功效，减缓因发炎而引致的身体不适反应。苹果果胶保护脑部神经细胞和调节免疫系统，不少研究显示指出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都与免疫系统具有关联性，彼此之间有着频繁的双向交互作用，能够影响免疫系统的运作，使免疫力降低而容易感染病菌，甚至改变各种疫免功能。如过敏症是免疫系统的不正常反应，果胶 pectin 是苹果中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的星形细胞分泌出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BDNF， 这种因子对神经系统非常重要，无论在学习、记忆、逻辑思考、情绪如紧张、焦虑、失眠、抑郁、脑部疾病如癫痫、强迫症、脑退化或青老人之外，方面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甲状腺亢奋、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和肠炎方面也起到舒缓、改善的作用。洋葱素抑制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和抗发炎。身体出现过敏反应是因为免疫系统制造出过多的抗体来对抗外的致敏源，这些抗体会与免疫系统的细胞结合，尤其是肥大细胞，然后释放出一种名为组织抗 histamine 的化学物质，此物质会使微丝血管扩张和平滑肌收缩，产生过敏症状，如鼻塞、流眼水或鼻水、红肿、出疹、气喘或呕吐等，情况严重时更会引发可致命的过敏性休克或严重气管肿胀。橘皮素或称五强黄酮 quercetin 俗称洋葱素，研究显示洋葱素能够稳定肥大细胞，从而减少或消除组织抗的释放。同时若辅以 EGCG 绿茶素，更可有效抑制生产组织抗的必要生物酵素 decarboxylase， 减轻过敏反应。洋葱素还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能够帮助舒缓过敏引起的炎症，其抑制发炎激素的效果比起一些常见的预防过敏之药物来得有效。 EGCG 绿茶素阻隔引起过敏反应的抗体，组织抗会使微丝血管扩张和平滑肌收缩，因而产生过敏症状。组织抗是由肥大细胞所分泌出来的，洋葱素能够抑制组织抗的分泌。研究证实 EGCG 则可以阻止引起过敏反应的 E 型抗体，使之不能刺激肥大细胞。洋葱素附以绿茶素，双管齐下，可以有效舒缓及改善过敏反应引起的不适症状，如花粉症、鼻敏感、哮喘、皮肤痕痒、红疹、关节炎等，更可降低出现湿疹的机会。粟米心素使免疫系统平静和遏止炎性疼痛。
免疫系统对抗外敌时会释出组织胺，以致出现炎症、过敏反应。当完成抗敌之后，又会有一连串的运作过程中，会分泌出好些物质来处理炎症问题，如名为亚洲的生物酵素及 NAT 等，使炎症反应停止。然而不少过敏类病症都是免疫系统过于活跃，导致免疫反应过激，未能终止炎症反应，才出现过敏现象。假如炎症反应未能停止，可能会出现自体免疫反应 autoimmune response， 对身体作出自我攻击，甚至引起癌变。自体免疫反应会引致各种自我攻击的病症，若攻击皮肤会造成牛皮癣，攻击关节会造成类风湿关节炎，攻击肌肉会造成重症肌无力，攻击肾小球则造成红斑狼疮。粟米心中含有一种名为聚氯烟酸 Rinocetyl Jackson Nicotinate 的成分，进入身体后会被转化成 NAT， 可提升耐度，即以转化为免疫耐受或清免疫包容 Immune Tolerance 反应，协助解除自体免疫的状态，使免疫系统平静下来。而且粟米心中还有一种名为 15-DPGJE 的天然成分，能够减低神经性疼痛，亦能够阻挡及遏止发炎性疼痛，效果比吗啡更佳，且不会上瘾。另外，聚氯烟酸不同于烟酸 niacin， 不会引发皮肤潮汗反应。这几种提取物成分的协同效应，会令身体产生了免疫包容，从而把敏感修复。敏迪已包含以上所有之提取物。香港健康草本精华有限公司宗旨：纯度高。坊间其实都有大量健康食品标榜以提取物来宣传，不过是纯度方面就比较参差。咁当然价钱有唔少分别，但其实纯度够高，效果自然快，就好似健康产品一般，能够做到 99% 左右。成分足，作为一款健康食品，日常食用可作保健，亦可针对某一痛症或病征作出舒缓，所以健康产品系成分上面非常充足，而且相当考究，能全面地覆盖整个病情，照顾每一个用家的需要。片剂拥有较长的保质期，效力亦比液体和胶囊更持久。虽然生产成本高，但对用家来说，吸收和效果最好，比胶囊或液体效果更全面。合成，每一种提取物都有各自的功效，要效果全面就需要包含好几种，但如果每次都要服用几十粒的话，长远便会产生厌恶性。所以健康产品是少数利用合成压片方式将提取物的功效一次带给用家，以充分产生协同效应，互补不足，达到最大效果。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今期主要讲解尿酸过多引致痛风的问题，同埋了解一下湿疹的成因。随书有240元现金券之外，仲会附送价值198元的痛经贴，记得唔好错过啦。